县政府举办地方建设交流会议，第一场二十二号在大川乡公所开幕。县长吴明国甲大川乡长尤胜出席来听乡民的意见，针对大川的建设甲未来进行讨论。啊，伫只话，甲大家报告讲，咱县长伫所大川所做的工作，较大项的部分啊，就是咱的山下路快速道路，桂林厝啊，要来接驳一个花坛这桃花环，这条路已经。县政府拢咧规划啊，吼，啊明年就开始，诶，即个发包的时间，啊，总经费40几亿啊，吼，40几亿。这条啊做好了时啊，咱大川山下这边车，若要去台中，都会真正方便，吼，啊，台中那边若要来咱遮，嘛真正方便。所以对咱大川东区，诶，即个发展有真大的帮助。你看咱整个火车站就是不一样，是不一样，啊，尤其是。中正线咯，中正线咯，88年本来就爱开通，结果伊中间做到23年，还是在我们县长的这诶手头内底咯，很有魄力就比较完成。啊，当然是风啊，到死啊，但是嘛还是半个啊。我相信讲多数嘛是一定拢听赞成。县府推动东涌快速道路北段计划，未来大川乡交通将会搁较便利。伫个优胜乡长甲县府。全力合作打拼，重庆西路专线进行拓宽的工程，以及山下路接到花坛东外环道路，等等重大施政工作，县府将会全力配合乡公所，做伙打拼。公益频道高伟潇大川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